觉得像这种奔丧的感觉，就是轻摇滚的东西会蛮持久的，就是不会说过时，或者是说什么场合不适合听都没有，而且一直都我喜欢的东西。我比较好奇，是因为这张专辑，如果你去听的话，有两首英文歌，对不对？那这两首英文歌，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到的？像是那个 My Delirium 这首歌曲是什么情况下听到的？而且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给你的感动是什么？我记得应该，因为我之前还没有微博的时候，就在中国没有微博的时候，在博客上有写，就 blog 上面有听到，当天听到这首歌曲，可能听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觉得很喜欢，然后就有好像有分享给大家。我记得是 The Tintins 跟 Lady Hawk 一起跟大家分享的，然后我就还跟大家写，我记得好像说屁股扭起来什么同学们，什么同学们屁股扭起来，然后因为觉得那歌很嗨啊，我自己在动，对，我自己在家听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，就它不是那种舞曲的那种让人的那种兴奋，而是就是有一种行进感、节奏感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用电子摇滚的曲风我很喜欢，然后从几年前开始就有 follow 这几个，比如 Tintins 啊、Lady Hawk， 然后所以这次没有想到可以真的可以联系到那边买到版权，然后我就蛮惊讶的，因为其实自己写上去就完全就觉得反正也不可能选到就写吧，没有想到哎公司真的有选，就是觉得很惊讶，因为其实我还有写 The Hurts 的那个 Wonderful Life 啊，然后还有写什么 Muse 啊，还有 Killers。Wow， 然后很多那些乐团的一些歌，所以刘力扬其实听的比较是美国那边的 indie rock 的感觉，英国的多一点，美国的有几个可能会听，像其实那个 Plain White Tees 就是芝加哥的一个乐队，是，对对对，他们的音乐就比较年轻，我觉得就是，但是又不是那种美式很传统的美式那种很吵的那种。Thank you.